胃里面这些脑子面。辣子面里面放些盐、孜然粉、给上面放些芝麻，给锅里面倒些油。听了你倒油了，香菜就来了。对。把这个香菜味儿进，嗯，葱、姜、蒜、洋葱、香菜放进去，油热后改成小火，现在用小火慢炸。锅里的食材发热，桂皮、花椒、小茴香、花椒、香叶放进去，继续用小火慢炸。剩余食材发黄去吃了，关火就油稍微点一下，里面加一点点葱，水开了，土豆片放进去，土豆片变成透明色就老吃了。锅里面刷些油，这卤肉卤水烫。大的你吃药紧了，要不然你快吃事儿。哎呀，这一吃饱子，你说一吃事儿，哎，这吃一个都饱。不要少，稍微弄它就松了。你跟他讲啊，跟脸一样大，你还真的跟他讲，那行，一百。我看着流口水。
面面留着不还得货才能给家对这货太大了。我给你再摘几片麻酱去。妈，你这比学校，就是那雨天去学校门口那都美。你这是自己不他是水不算账咋不是？放这。对。你这土豆片夹馍的馍子大。你结两了三了都能行。我一个。我也一个。地地也都大。跟你说再加个鸡蛋。不行。嗯。哎呦，怎么把鸡蛋扯烂了？估计我把钉子吃了，量多，对，最多还比这大了。你把个干落，你说你把这饼还弄成大象果昆木。福宝，今天在学校吃的啥？肉饺子。肉饺子吃了几个？棉花。棉花。没有棉花，棉花不能吃。吃几个饺子？两个饺子够吃吗？够吃吗？煤球行，吃下呀。煤球能坐吗？能。他把煤球当沙发呢。坐起来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不能咬，煤球咬你了，不行。不能动。咦，他和你玩呢。他和你玩呢。啊，那你和他玩，煤球。你看没有和你玩，他咬自己的尾巴呢，你发现没？来，梅秋，这儿，他咬自己的尾巴呢。